得用佛法，你要不懂得用佛法，生日真痛苦，死也痛苦啊！人生出来都哭啊，生日哪有什么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死日也更痛苦，但是你懂佛法，生是快乐，我可以来做菩萨了，死也快乐，我要去净土，然后我可以趁愿再来继续做菩萨了。所以观念这个叫佛法啊，我们以前用我的想法都在制造纷争，贪嗔痴，我爱我恨，我跟你对立，我要占有你啊，就像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，全世界的女人都不要接受我的爱人，因为我爸被他抢啊，所以那你就变成你没有还没事了，你有了还有痛苦了。就像我现在是个出家人，一个女人跑来说，师父我就一直跟你一辈子，哦你们贪我，哦你会吓死我了，我离开我太太换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你还来缠我啊？但是世间人不懂啊，还有个美女找你，有个帅哥找你，这是我的光荣啊。哎，你看无名跟名就差在这边啊。所以各位哦，你女儿十八岁很漂亮，男人追她那叫可怜啊，你要跟你女儿说，那些男人都像流浪狗一样色鬼啊，他只享受你的皮肤跟性感，他要找你干嘛？他找你念阿弥陀佛啊，你要讲给他听，不然他以为我很光荣嘞。你看每个男人都在追我啊，我很有钱啊，每个女人都在找我啊，那是利用你的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开一部什么什么双逼的，对不对？你开个脚踏车看他追不追你啊，你没有身材，没有一点点皮肤，你看他追不追你啊。但是很多人就讲啊，那我说要弄漂亮一点，不然别人不会看我，我要弄得有钱一点，不然别人不会羡慕我。你看那可不可怜啊，就像在监狱里面建房子，那个监狱你还在里面建房子结婚生小孩，明明是痛苦的。所以各位，我想真正的房子在哪里啊？所以有一次人家问佛陀，佛陀请问你住哪里？佛陀说，念一下示范住。为什么叫示范住？我住在慈悲喜舍的家，慈悲是我家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今天你来这边慈悲几分钟，快不快乐？慈悲是我家，等下赶快离开，不然要扫地哦，要守房子哦，又怕小偷来啊，然后你就会很烦呢啊。所以就像各位爱上你的儿子跟女儿，你已经不自由了啊，绑了狗链子了啊。母亲一百岁，长忧八十儿，你哪有快乐啊？你被抓住了，但是不要你放弃，什么意思？把爱你儿子的、爱你女儿的去爱所有生命，好不好？昨天那些鱼可不可爱？可爱啊！现在过来的苍蝇你不要把它挥走，来吸奶。你最好在脸上抹一点口水，来来来来，这是最好的蜂蜜。所以因为你爱他，你就不会把它挥走了，了解吗？连对方的口水你都要喝，你看你多爱他啊！所以。那各位要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思想你就没有痛苦。也希望各位念一下活在澳洲，如果你觉得你花了这么多钱来澳洲觉得它好美，然后你永远放在心里就好，你走到哪里都变成那个心态就好了。所以念一下心在极乐，自然爱洒众生。如果你心中有佛法的人，有慈悲的人，有净土的人，对你来讲你呢心里永远在净土，然后呢你可以下地狱，因为我要把净土给地狱的人，我要把净土给恶鬼道的人。所以我想各位你可以去享受快乐，但这个快乐不是独享，是你要把快乐布施给众生。好，那这样各位了解啦，我们念一下烟供具之法第几页。等一下吃饭我们都要觉得很好吃，好不好啊？这是礼貌。我每次要交代人家啊，人家煮了老半天，人家一直在看你的脸色，只要他过来，赞，啊，他下回就赶快又煮给你吃。你给他抱怨，就像一个女人不会做女人，天天抱怨她老公，她老公真的会气死。啊，男人真命苦，一个老公不会做男人，天天抱怨他太太，他老婆也会气死，咔嚓老，对啊。
对，我认识一个男生，我常讲这个故事。他每天出门出去跟他老婆拍一张相片，他老婆为了要让他老婆老公拍相片，每天只好换一套衣服。那所以呢，他跟他老公抱怨说，所以你要好好赚钱，不然我每天要穿同一件衣服来。所以呢，那一位太太就永远不老啊，然后呢，夫妻关系就永远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她知道哪一天她老公不跟她拍照，一定她讨厌她了，所以这位伟大的老公这样，没事就给她拍照，拍到老，了解吗？所以后来她老婆发了一个愿，她说：“老公啊，哪一天我死了，都要脸很漂亮，让你拍照。”她说：“好。”这样，结果她死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个真是的，身体都已经没肉了，她那个脸还是很漂亮。我都去看他，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，因为他发的愿嘛，啊，所以他的老公也觉得很欢喜，他老婆一定升天了啊，所以我想各位，你发的一个善愿，你可以帮助别人，请翻到几页？31页，我们弄一顿好吃的给大家吃，好不好啊？现在锅已经热了，啊。这个布施甘露啊，不得了啊！你每次布施给他们，先看一下35页，烟供功德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他功德在哪里啊？里面在炒菜，我们外面也在炒菜、啊。里面炒菜是给我们这几个吃，我们外面炒菜是供养上供下施，我们功德更大啊！但是要炒得好吃，什么叫好吃？你有悲心，有柔软心，有最大的爱心。那个枕头能不能拿走？这样拍很难看。机会教育，最美的地方要弄美一点哦。烟供功德，大家念大字就好了，因为戴着墨镜看不了。35页，来，一。帮助鬼道与非人啊，非人啊，鬼道啊，很可怜的鬼道，鬼道的生命170万年，没水没得吃哦，啊，所以各位他们，我说海涛法师，你干脆那个钱就拿去帮助穷人，你每次帮助鬼道浪费，我说没有，我只买几包饼干，你都说我浪费，你买那么多给你孙子都不浪费，啊，那是我几包饼干就可以帮助几百万千的恶鬼道升天呢，这一点都不浪费啊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我老实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哦，你注意听哦。昨天我们不是去看那一只芦梗吗？那一只在吃海菜、吃菜的那只芦梗吗？它可以长到6米哎，你知道它是谁吗？它是我过去的出家徒弟哎。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做芦梗？然后福报还大，大家还要弄蔬菜给他吃。他过去世是持戒，读了很多书。那时候大家都劝他放生，他反对放生。他说：“放生如果有用，我下回做鱼给你看。”所以他现在在那边。那他只有讲这句话：“放生如果有用，我做鱼给你看。”啊，因为他毕竟没神通啊，他不了解放生的功德啊，他居然还诽谤放生，现在自己好好做鱼，但是因为他出家持戒，现在还是有福报了，大家供养他，你看他5、6个人天天在弄一大堆白菜给他吃，啊，把他保护好，那是因为他就卡到这句话，他就卡在那边了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啊，我们对任何好心的事情都要随喜，我们没有做。但是要随喜别人呢、啊，因为他真是在帮助鬼道与非人，啊，所以有人跟我说：“师父不要烧金纸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乱讲哦，你眼睛有看到吗？你有打坐吗？你不能用你的分别知识去认为说烧金纸，烧金纸鬼道很欢喜的，因为它是一种悲心，了解吗？啊，你老公给你一颗钻戒，事实上也没用，但是你高兴就好，啊。”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你要按照佛经来讲话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话。第二个，解除冤敌啊，那你的冤亲债主，甚至各位本来这几天，所以我们每天出来都要做布施，布施水，布施米，到哪里3更半夜，昨天我听说领队被压了3次，有没有被压到啊？啊，我这两天昨天还好睡，前两天不好睡，到山上，我跟你讲都不敢跟各位讲，那住的房间里面有人自杀过，
有一个女孩子被捅死在床上，不知道是哪一间，搞不好是你那一间啊。然后我们瞻严法师在那边打坐，他就看到了，然后他就问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三个那一天没什么睡，超度啊，你们好好睡，我们来超度。外面还有很多那些原住民，在蓝山原住民的女人脱光光，没穿衣服，胖胖的，然后呢下体在流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古时候穷啊，他们生小孩难产而死，小孩也死，妈妈也死，所以趁这几个和尚来，他们就来求救了，来帮忙了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研师为什么女人胖胖了还流血，我一想就知道了，我是原住民啊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看起来一栋好的房子，但是无形的众生多不多啊？多，到哪里都一样啊。这不是说你是不是佛教徒啊，到教堂我们要去超度啊。所以世上来找你的都跟你有缘，不然他看不到你，你看不到他，你感受不了他啊。所以你晚上睡觉他来压你一下，一定是你跟他有缘。就像我去医院回来，有时候会鼻子怎么闻到药的味道，怎么洗鼻子也没用，我原来一个生病的老人，一直吃药而死的老人跟着我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他有缘嘛。有人问我说，师父你不是修得很好吗？你们持戒啊，这个鬼怎么还跟着你？慈悲才是戒啊，还有缘。就像我看到那只芦梗，我对他特别有感受。我想几百世的轮回，你看到你过去的妈妈，看到你过去的儿子，那你一定会多看他两眼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你就多看他两眼，所以才知道哦，原来他跟你有缘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我们没有神通，但是至少要相信，念一下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反正你现在走到哪里，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啊，帮我们整理饭店啦、啊，在餐厅里面帮你端一个饭的、啊，乃至老板啊，欢欢喜喜煮个饭给你吃啊。都跟你有因缘的，我们是来续前缘的，要了解这个观念。会走到哪里不要得罪人，对他好，回向给他，所以解除续理。第三，清净恶业，你供养诸佛布施众生，也在消自己的业障啊。消，像你布施，过去你有偷盗，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过去悭贪偷盗金钱的恶业，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金钱债主的恶业。翻过来，第四，健康长寿，大家来比赛谁慢一点死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比赛谁先去极乐世界？反正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先去极乐世界，要么慢一点死。跟昨天那个老人96岁呢，还在登山呢，还娶一个少他十几岁的漂亮的80岁的太太，两个感情多好。老实说，你们跟他讲了老半天，那个人是我们这里面好几个人的爸爸啊，不然你不会一直对他那么好，他也是依依不舍的看着我们才走，终于回到澳洲了，终于看到他了啊。所以大家吧，倾囊而出，把好多东西都要往他身上塞，也要送给他东西。所以布施帮助这些众生可以健康长寿，因为你用食物。第五，富贵安乐，跟我念一下，有钱真好。各位，下回换你买5栋这个房子，我们经常去那边什么禅修啊、闭关啊，你要有福报，最有福报的是阿弥陀佛黄金铺地了，所以他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他的最大的房子，到那边可以开悟，可以做菩萨。第六，处所吉祥，等一下翁千惠要跟各位顶礼啊，他设计我们来啊，所以他就可以处所吉祥啊。以后这个地方快快乐乐了，生病的人进来身体好一点啊。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业恶业都会留下痕迹，所以各位在每个地方啊都要去做好事，撒个甘露水，用悲心，不管你到哪一个酒店哪一个饭店。所以我们这两天所住的饭店，特别前两天我们超度了老半天啊，不是说因为付钱住在那边，而是在那边我们就要很尽力。第一天晚上来，窗户一打开，外面都是鬼，嘴巴都在吐火。哎呀，我们就拜托赞日法师拿个转经轮，拿个经幡，拿个水去外面呢，一直淋呢，不然我看大家就不好睡。这就是我们领队的责任。所以昨天 Maggie 没有负责任，众生就去找他了。
什么叫领队？我以前也搞过旅行社啊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领队晚上还要负责念经啊，不然客人睡不着啊。啊，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会找你啊，你是领头了，我没吃饱啊，啊，所以那你要面面俱到。第七，天龙地起拥护。